谢谢这两位老师对我们的教导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才更好的我们。然后以后就保持联络，然后也在各方面上顺顺利利，一起加油。最后要说是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。然后最后就爱你们啦。米诺拉老师和玉米老师一路来的教导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两位老师。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这两年的教导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保好教好，我们会让你失望的。谢谢老师。嗨老师，就谢谢你们之前教我三年对，然后过后还有对不起一些之前的一些小事，然后过后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。很多吗？然后过后的时候就谢谢你们的很多事情，真的。然后祝你们是顺利，然后想要的事情都可以达成哦。然后就继续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我还会继续参加舞蹈，然后继续努力。然后还有希望你和玉米老师早快点结婚，然后生一个贵子，像我这样可爱又美丽。我比较美的，没有啦，你不要搞而已。然后，就这样吗？卡姆萨米达，斯米达，哎，老师好。就你们为了我们这次的那个比赛跟算是表演，就每天就帮我们做道具，然后也帮我们想那个买那个那些东西，然后也没有让我们就是担心的道具方面都是你们自己包办完的，辛苦了。首先就是要谢谢你们的给，然后谢谢你们这两年来很耐心的在教我们，然后关心我们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加油 ，Thank you。嗨，老师，谢谢你的耐心哦。就是我们有时真的是很不配合，还是有时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合作什么事，还是谢谢你讲就没有生气我们这样啊。然后还有，老师，你要学习哈，我给你泰国零食好吃吗？但是爱你们，祝你拜拜。我现在很爱睡，是哦，我要拍 video， 然后就谢谢你们哦，就是这三年教我们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就很感谢你们，可能你们很辛苦啊，然后因为你们是教练的人会很压力，就你们很辛苦，就谢谢你们了，辛苦。讲来讲去也是只有谢谢你们不了咯。好。然后，不要哭啊，奶不要哭，奶不要哭，奶不要哭，我很爱你啊，我要毕业了，我要毕业，你明年看不到我，奶你明年看不到我。And then 弟弟生病，然后我们代表他不能起来，他现在发高烧，很严重啊！然后他熬完了，不要看医生的话，然后睡觉，那边发脾气。OK， 跟代表他跟你们讲谢谢喽，拜拜，谢谢你。从你开始教，然后我就开始有跳，然后。就而且这次比赛你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啊，很多心思啊，去努力啊，包括去设计那些服装啊，然后要怎样啊之类哦。然后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种时间，其实效率很高，然后很辛苦。对哦，就有时候舞蹈团练习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，人与人之间，然后啊，你懂啊，我讲不出啊，然后就有时候你就会跟我们讲那些，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讲，让我们打开那个结。谢谢你老师，然后这三年来你就不断的教导我们，然后啊。
也可以让我们从不会的一些地方，然后慢慢从基本功学习从基本功学习它，对，然后也是很有耐心的，然后一次，你这样讲，然后我在讲，也谢谢你们一直很有耐心的教导我们呐、啊，谢谢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好像很懒散僵板，你们也是没有骂我们的，就一直叫我们练习哦。然后好像就吃了独立啊，那些每天有事情啊，你们一直好像就是帮我们解决啊，尽量服装那些都是应该我们由我们自己来负责，反而是老师更担心我们的独立啊那些。嗯，而且又做道具做到这么晚，做到半夜。真的非常感谢老师，三年来教导。我们不会忘记你们。虽然我们要毕业了，你不要想我们啊，我们会有空回来的。嗯，我们回来会看到你的。真的。阿斌会请你上街吗？就很感谢你们，那你们辛苦啊。然后因为你们是教练，会很压力。就你们很辛苦，就你们辛苦。舞蹈团练习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，人与人之间，然后啊你懂啊你懂吗？会懂吗？我讲不出来，然后就有时候你就会跟我们讲那些，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讲，让我们打开那个结。嗯，谢谢你老师，然后这3年来你就不断的教导我们，然后啊，也可以让我们从不会的一些地方，然后慢慢的从基本功学习它，对，然后也是很有耐心的，然后一直。也谢谢你们一直很有耐心的教导我们啦，谢谢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好像很懒散僵板，你们也是没有骂我们啦，就一直找我们练习哦。然后好像吃了独立啊，现在在流失去啊，每次啦就是帮我们解决啦，尽量装那些都是应该我们由我们自己来负责，反而是老师更担心我们的努力啊那些，而且又做道具做到这么晚，做到半夜。谢谢这两位老师对我们的教导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才更好了我们。然后以后就保持联络，然后也在各方面上顺顺利利，一起加油。最后要说的是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。然后最后就爱你们。嘿哟 ，What's up， 老师？哈哈，废话不多说，就想说跟你们讲一句，谢谢你们，走走，谢谢你们。就本班的话，就是我们这些本班人，就想对你们说一些话，然后就跟你们讲。
感恩你们的出现，也教我们很多东西哦，也很耐心的在教我们，然后也经历很多事情啊，就好像舞蹈、服装、道具一起面对啊，然后再一起解决，然后就好像我有做错很多东西，你们也很耐心的在教我们，然后也不会骂我们，那些都是很用心的在教、在教、在教。还有就是你们说过的话，我们都有放在心了，放在心上了，有放在心上了，有放在心上了。重要事情要说三遍，然后很感恩啊，就因为舞蹈再认识到你们，然后再更加深入的去认识到民族舞蹈意思，然后也让我慢慢喜欢这样的舞蹈，非常感恩，就是让我懂这样多啊，我们就我也长大很多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这两年的教导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保好教好，我们会让你失望的。谢谢老师。米诺拉老师和玉米老师一路来的教导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两位老师。继续努力，然后还有希望你和玉米老师早快点结婚，然后收生贵子。笑笑好像可爱又美丽，我比较美的。没有啦，你不要走。然后，再见吗？唱三米哒，三米哒。先叫我三年，三年对，然后过后还有对不起一些之前的一些小事，然后过后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，很多吗？然后过后的时候就谢谢你们的很多事情，真的。然后过后祝你们事事顺利，然后过后想要的事情都可以达成哦。然后过后就是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